主料低筋面粉200克，鸡蛋300克，辅料黄油50克，细砂糖140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到2小时。鸡蛋加糖，打发至蛋液滴落纹路不是那么容易消失即可。分几次筛入面粉，用翻拌的手法搅拌均匀。把黄油隔水融化之后倒入面糊里，用翻拌的方法搅拌均匀，放入纸杯模具中烤箱150度预热5分钟，接着150度烤45分钟。烹饪技巧，拌面糊用翻板的手法烤箱的时间，爱自己家烤箱脾气适当调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